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亚特兰提斯，再留住一口气生存，全明星冒险。你笑什么啦？今天起来的明星自我介绍一下。你们说要说亚特兰提斯？不是米奈哦，好好，今天请来米奈，米奈要做什么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不知道要干嘛？不管，还是要强迫你在这边留下一个建筑物。你选一个地方好啦，选一个地方做一个你的小房间呐、啊，盖在哪边还有空啊？哪边都没有，这边都盖满满了、欸。对啊，盖满满，下面还有空啦，下面。这里也盖了，这里有，这里不行，这里啊，这里是空的啦，这边是空的，你确定？确定啊，确定，这一块是空的，这一块，对对对，你没有十字稿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没有、你十字稿，等于你十字稿，我去做一把，等于装备，要装备干嘛？穿起来，不要，又没有怪，现在冬天冷，你知不知道？要穿着厚重的衣服保暖。你看我穿这么多，我要穿这个就好。就是因为很冷，所以才穿起来。很冷，跟你讲，你会冷到的。不会。现在寒流来了。啊！还要挖开？要啊。麻烦呢。那去外面盖好了，不要在这盖，去外面盖啊。去外面盖要弄水。被你发现了，你发现了。我弄错。要嘛就当矿工挖山。要嘛就出去排水，你也想要哪一个？挖山，挖山比较轻松，对不对？你这边有什么那个、啊？米奈叫我问我有什么，我跟你讲什么都没有，前人几代都挥霍完了。你要不要在你家养一些动物啊？要，要养猫好不好？好、啊。你刚才不是说不要？这是三心二意。它会跑走吧？他是野生的还是野生的？丢出来是野生的。你挖了怎么样了？我不想要太大。你不想要太大，那剩下的时间你想做什么？打怪。我想一下，这可以挖多深？看看。很深。有石头啦，要不要？你要石头吗？我想要很多很多的木头。你要很多很多的木头，都没有，都没有，完全没有木头了。我先暂放一下小白家啦，我去找一下木头。照理讲是有的，有啦，看到了，有三种颜色的木头，你要哪一种？这个有十三个，这个有十三个，这个有十九个，还有六个。好寒酸哦！哎，你怎么这样子？你鄙弃我们？我们前人的努力都被你弃之如敝屣。哎，建筑物，你给我这些。你要用有限的资源才能展现你建筑魂的高超啊！又丢给你，用木头砸死你。要合成台吗？你自己合成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合成台？那小白家有，小白家不能用人家的，这样浪费四个木头。你可以用别人的、啊，当然可以。所以我知道啊，所以没有那个切切切的模组。什么叫做切切切？就是把方块切一半，再切一半，再切一半。当然没有啊，那是什么鬼啊？这样很不省呢、欸。很不省。很不省材料哎、欸。你要多省？你很省是不是？家庭主妇最爱就是省东省西。这个太艺术感，这个真的太艺术了。材料不够啦！材料不够啊，好可怜哦。哦，你要委屈哦。很弱哎、欸。很弱呢、欸。我去帮你升一点，我们去外面啦、啊、告诉你哦，我们先去外面砍树好了啦。不要。走啦，一起去啦。哎、欸，你是负责砍，你要帮我收集材料啊。去砍树啦！哇，啊、你这么艺术哦。不够啦。不够，给你一个。你是不是没有这个啊？我有啊。哎、欸，你有？刚丢给我了。来啦，走啦，去外面砍木材啦。砍完一定够。我要橡木。你要橡木是不是？给你一个水桶。
水桶要干嘛？水桶要干嘛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户外教学时间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当你没有空气的时候，对着方块按下右键。这样会了吗？哦。哦，户外教学结束了，好，我们要去砍树了。哪里？这沿着这个在阿谦的玻璃上面走，比较亮，才看得到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哼。哎，这旁边有没有看到？都是丛林木。丛林木没有橡木啊、哦，这里都是丛林木。啊，掉下去！哇，远一点的地方还有橡木啊，这里。我掉下阿谦家了。你怎么掉下去了？你赶快游出来！太好笑了。所以终于知道为什么木材这么少了吧？因为我们都懒得出来砍。哎、欸，我听到神血声了。都是你害的。自己不注意，还是我害的。哎、欸，你们不了解出来的星空如此美丽，哪里有星空？你往上抬头啊，抬头就可以仰望星空。哦，你们都不懂，抬头就能仰望的美景，都被你们遗忘了。这里还有，够了吗？够了吗？够用了啦！你要做多大、啊？我要把所有的橡树砍掉，然后其他人就没得走。橡树砍不完呐、啊。很多、哦，很多啊！啊，好吧，走啦，走啦，你走到哪里去了？我都看不到你的人了。我也看不到。你在哪里？你是不是迷路了？我眼里只有橡木。你是不是迷路了？没有迷路，方向感很好，它才会挖开一格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地板才会刚刚好。这里要补起来，是不是？好啊。这里补起来。你不觉得暗暗的吗？我不是丢了一组火把给你。啊，就没有怪、欸。又没有怪，等一下就长出来了，让你措手不及。没关系，我钻石剑。你这难度是多少？难度困难啊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、什么？哎、欸、什么？秋风玩的难度还用讲吗？就只有困难而已。我都玩简单的。哎哎，换、欸、我讲了。哎、欸。我可以把他的，算了。你什么？你要把谁的拆掉？我要把是谁？这是谁？这是谁？可以吧？小哎、欸，是小白吗？小白，你要拆小白家的门哦、喔！不是，这么没有良心哦、喔！大家都听到了哈、哦。我要拆小白家的工作台搬过去，看完再还他。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就好了吗？他很浪费啊！很浪费，有什么好浪费的？你怎么有这么省呢、喔？哎、欸，你弄完了？我弄完了。我这么贤惠。贤惠。你九宫格这个是要玩那个圈圈叉叉是不是？来，我出这里。孩子，我还有了，我还有了。哎、欸，你干嘛？我把它拆掉，你要把它补起来。你要拆掉、哦？对啊。你要补什么？你要补木头、哦，原木哦。这么荡塞哦。我现在终于知道奢侈了。奢侈的女人有没有？好啊，你种，我可以在这树上种可可豆吗？这个又不是那个。我很想在你家种那个哎、欸，种没晒，种仙人掌、欸。最讨厌丛林木了。我很想在你家种仙人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那个粘土吗？没有，你怎么会想要这些怪怪的东西？啊、这边不是海，你去找啊！去找啊！说这么轻松，走啊，我们去找啊！我先弄完啊！我突然发现，你突然发现什么？你不会打中文？我好想去挖橡木哦。等你三个告示牌啦，一座就是三个，你可以打在三个地方，好不好？首先可以打在这里，可以打中文吗？可以，你会打中文吗？我会。你还要在外面盖哦、喔？咦，我有丛林木啦，我不要丛林木，丛林木很漂亮啊。那你这边再放一个，一个。然后我再去挖三个。哇，你真的全部都换成丛林木好了啦！啊，里面的地板换一个，就这样就好啦，不要啦，哎、欸，这样子啦，不要啦！哦哟，很多坚持哎、欸，这个真的是孤猫呢。它里面的那个下面的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身上还有八个丛林木啦。那下面的。有空我就帮你把这里种满可可豆。我不要可可豆。就在这里种可可豆，你现在想种都还没有嘞！跟你讲，这是什么神庙、喔？竟然要参拜是不是？
弥奈参拜啊，弥奈你好走。欠揍。可是你里面是双数格哎，门是不是要拓双数的啊？这样外面的神庙就不神了。里面是小房间呢。真的吗？这感觉真的很像神庙哎，再拜一下，送给你一根他控叫制感。我不要控制感。干嘛鄙弃他啊？我强迫你拿在身上，来，不要，强迫你拿在身上。他要，你要床吗？要床吗？你要几张床？一双张，人床、三人床、五人床。两张好了。哎呦，你要双人床哦？对啊，这么浪费哦！你个勤对俭持家的人，你一个人睡什么双人床？他们到底都把剪刀藏在哪里？好了，我不想找了，累。你也放弃得太快了。对，我放弃了，在那边东找西找，还不如自己重新做一个。哎咻哎咻！怎么弄不惯就？哎呦哦呦，差点做出来了，剪刀就在我身上，剪刀就在我身上。找了这么久，猛然回首，有没有？有笨蛋的感觉。一张，两张，好了，有床了，有床了。这个羊毛是混搭的哦。混搭，它出来的床又不会混搭。对啊，所以看不出来啊。不过你睡的时候，你应该要感有混搭的感觉。这一张是纯羊毛的，纯白色羊毛。另外一张不是，另外一张是灰色、深灰色和浅灰色混出来的。那都嘛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你心里要想的它是不一样的，好不好？难怪呐！哦，我自己的小房间的那你要种，不要铺铺地毯呢、啊？我都已经弄这个，才告诉我地毯。要不要有地毯可以铺哦？好啊，你好有啊，什那么颜色？我只有深灰色而已，很弱哎、很弱哦，只有深灰色而已。三个要知足，要惜福，好不好？那你应该要把这一格也换成木头啊！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啊，可是这样子那一格会凸出来，就不知道放什么颜色。所以你应该要两个门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不对。不对。好啦好啦，放啦，这样。进去要脱鞋是不是？对不起，我们先脱鞋好不好？你穿鞋什么？你这穿的什么鞋？我是干净的，干净的，走出去就不干净啦。我进来啊，我进到你家还脱鞋，多乖啊！好啦，出去再把鞋子穿起来。所以外面要放鞋柜啊，进你家门还要脱鞋，这样，这样子，哎、进你家门只能在网上睡觉，那出来的时候要拿鞋子。哎，还要穿起来，那太麻烦了，太麻烦了。我要大哥告诉他，进门请脱鞋。我知道为什么木材会这么少了，跟为你什么？讲好不好？为什么会这么少？哼，因为都变成这个了。还有，还有，还你是有，很多。很你是怎多，样？不晓一得，个是地，一个是压力板之神啊！你是什么？木杆杆，不敢我觉得这应该是不小心按到 shift 之类的吧？没有，搞不好是当初为了要出去冒险，所以要有啊，很这不多能火放！把。你看你自己都没脱鞋了，还说叫别你人自脱己鞋，不要，自己不用哦，厚此薄彼。那 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对自己特别好，对别人都特别坏。然后，你做一张椅子好不好？好啊，你要一张椅子还是两张椅子？两张椅子。没有，抱歉。哎、欸，你去剪羊毛。好啦好啦，有啦，两个白色羊毛啦，等你做，放在这里哦，这么神奇的位置哦。放里面一点好。真的思考不同于常人。怎样？没有啊，你可以再挖大一点，你可以不需要这么辛苦。做桌子。哎、欸，还有没有羊毛？你要羊毛哦？没白有，色的我地给你。毯，你要地毯，我去帮你剪啊。你要什么颜色的？剪。去剪羊毛啊。哦，你不是只有两个颜色吗？我有三种啊，哪三白种？色、浅灰色、深灰色。
啊，当然会测。哎哎哎，三种颜色任君挑选呢、欸。你都不懂这个灰色羊毛的好，你就都剪了，等他们还没长出来。都剪，好了好了，剪完了剪完了，你都不懂这羊毛的好。我把我的浅灰色羊毛做成地毯，放一个地毯在你桌子上。啊啊，好了，这样就有桌巾了。桌巾？真的啦，真的有没？在桌巾上面可以放一颗鸡蛋。桌巾上面放鸡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很好。鸡蛋？真的啊，鸡蛋。它是扁的。它是扁的，有什么意外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嘿嘿，好好笑哦！可见你椅子放反了，因为我是面对那里放的。哎、欸，我来放，我踩着桌子，这样子就会被大人说没礼貌。喂、欸，好了，成功了。高兴啊！高兴啊！哎、欸，被你吸走了，被我吸走了，不好意思，我的吸力比较惊人啊。吸力。好了。耶！我餐桌。你有餐桌，在这边吃鸡蛋，米奈都有吃鸡蛋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荧光石？吃鸡蛋，我在消耗你的材料了。好了，坐坐坐坐坐，没问题没问题。你又不出去，又不生产，不是生产。我在家里盖啊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种浪费的东西，至今还是第一浪费第一个人使用，有没有？盖在同样的地方吗？等你自己放。对讲，好给我自己放。有吸到吗？你身上好满哦！你的垃圾装太多，对不对？耶！有咯，有亮。看一下，只能在网上睡觉。我本来想说睡一下，看看这个风景好不好？风景上面是石头哎。你要做一下屋顶的造型吗？怎么样？你的房间盖好了？嗯，我在想装饰啊，书柜。你家真的没有不做合成台之类的吗？我想要花盆啊。你想要花盆？花盆好像有一个哎、欸，有啦，有两个花盆。耶、yeah, ，一个仙人掌，一个不可以。有两个花盆，好不好？可以了，可以放桌上啦。桌上放不下。把这鸡蛋拿起来啊！你可以把花插进去了。插得进去吗？夸他。可是我没看到哎、欸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显示的问题吧，还没有显示。它你那个插花需要时间，还要再插一阵子，它才会显示。对对对，这个一定是时间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最好插花需要时间，好不好？要很多时间插。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你看嘛，哈，米奈终于把花插好了。一点七点二很烂呢、欸。就说要时间嘛，对不对？你就把这个放在这哦，这是小便斗吗？这是。仙人掌呢、欸？哦，你哦还没有插，我还没看到哦，还没插上去。我想说，为什么要放在那边，很像尿斗。啊，我想换位置哎、欸。哦，那个是痰盂盆是不是？我知道了。一进来这里就有一个痰盂盆，我呸，是这样。我呸，我呸。哦，你看我在干嘛？我在吐痰盂啊。你看这里，吐痰盂盆。好了，它就在这里。什么？痰盂盆，好啦，我做一个工作台。终于肯做工作台了。那我们努，我们坚持了这么久，为了什么？你是不是放了在这边就想放两个？对不对？啊，你是不是想做两个？对啊。被我发现了，你这个荡腮女人。什么东西的、啊？浪费的女人。好了，我终于看到仙人掌了啦，它不是变没有变痰盂盆了，好不好？爱个冰箱，这是冰箱哦、喔，真是吓到我了。等一下就变冰箱了，等一下就变冰箱，我很期待、欸。你那个石头借我一个，你要一个哦、喔，好啊，借你一个，一个够吗？不会还你。嗯，一个够吗？一个够吗？够啊，够哦、喔。冰箱，我好期待哦！这就叫冰箱哦。对。这凭什么叫冰箱？就是放了一个按钮的石柱啊。看起来像就好啦。
这样像啊，有没我觉得你要不要去挖一个石英砖放在这里？石英砖？对啊，会比较像。对，我这里有一个让你可以稍微匹乓级嘞。哦，要两个哦，想去挖了哦。我们就是这样钓迷奈，迷奈就会上钩，迷奈太容易上钩了。等一下哈、太容易上钩了，太好笑了。哪里好笑？上钩了哈，上钩，我们去地狱吧。看呢，你也要等我把东西放好。好啦，走吧，去地狱啊！准备好你的十字镐，做好那个箱子放东西，穿好你的装备，好不好？需要什么东西？我们要去哪里啊？地狱啊！我们要去地狱。需要装备，把装备穿起来，穿起你的卫生衣裤。铁斧需要吗？铁斧不用，你要十字镐。不过我不会死啊，所以我没有要再收东西的意思。你会死，你收一下。我的铁镐快坏了。你的铁镐快坏了哦，没关系啊，你还没有挖坏，可能就死了。真的假的？很强。钻石剑在你那，你要负责打怪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拿钻石剑啊，这不是当然的吗？想当然而。哟，我们要过去喽。哎咻！哎呦，好多猪人哦！你不要回到猪人哦，被打死我不管哦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好多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哪里啊？我看不到哎。哎呦哎呦，一直嗡嗡叫了。那个好那个。怎么样怎么样？你有看到？你有看到石英吗？有啊，刚刚很多。什么哪里哪里？石英有啊，刚刚。这里，我挖这里的。哎，他在哪里啊？哎呦，炸到我了！我要挖石英，一个、两个，几个石英就可以了。我哪知道啊？几个要几个？挖100个。你看这边挖一点荧光石，荧光石不是很少吗？荧光石顺便挖一点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在这么委曲求全的地方，你竟然叫我挖这些东西？啊、怎么样，迷奈死了吗？要记录一下。在攻击我。哎呦。他好凶哦！哦，出去啊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啊，出去啊！我烧起来了，迷奈烧起来了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哎，感觉迷奈要死了。哎呦，还好没中。哎呦，他在哪里啊？哎，迷奈死了。他在哪里？我看不到他。好了，不意外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啊！真的吗？我死过就可以不要再去了哈。我们把迷奈调出来了，就故意让我死的啊？哪有？那是你自己被我打死的，这跟我没有关系吧？你为什么只捡到你的胸甲？迷奈的胸甲是不是炸光光了？不晓得、欸，要拍卖迷奈修甲，一件50。好不好？才五十，不然你要卖多少？你以为要当原味内裤卖哦、喔？少女的胸甲，少女的胸甲，这样真的是冰箱哦、喔。对呀、啊，有慧根的人就看得出来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好，很好很好。我的鞋子嘞？你的鞋子，我就跟你讲，我只捡到你的胸甲妹。我的雨鞋不见了。不见了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时光就到这边结束喽。没有武器啊！好了，等你把钻石剑了，把我身上的至宝给你哦。好，不要打我，我再想按下去。不要打我，先说好哦。你身上没有剑了？我身上没有剑。好，我把剑都给你了。